哦，狂铁，我们这一把狂铁还是压力挺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处理那个谁啊，花木兰打野，他带的进化，我们是要跟谁打？跟后羿打。你无论怎样，咱们这个英雄啊，就是一定要先打那个小野怪抢能量，你先把二级抢到再说。站这个草里面，然后 A 这个野怪把能量打出来。就让他揍我，不怕，就跟他对着揍，然后你就再抢这个野怪，你懂我意思吧？是吧？这是这个套路，你不能被他压在塔底下打，你不然这个小野怪就没有了，你就一直处于一个很被动状态。你现在就是站在这个草 A 这个野怪是吧 ？A 几下能量，然后再去兵线上面 A 几下，然后一手一技能过去，强行把这个线抢了，他就很无奈，是吧？直接起。他没办法了，你有能量就是对着这个兵线啊丢一套技能，他打不过咱们，好不好？你懂我意思吧？这都是套路。好，这个人过来要打我一下，没事儿。然后这个小野怪差不多又要刷了。继续攒能量。这一发就不要打出去了。因为地图上都没有人了，所以我们还是小心一点。你这波线就没有抢的必要了。等下抢这个野怪。其实我大概知道他可能在这，还是把我闪现给打出来了，没办法。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把暗影战斧一做，然后直接来冰心就行了。这暴君是被别人拿了吧？打得很激烈那边。震他一下。普通攻击回血，等这个兵线过来，不着急，骗他一个二技能。好，骗完了后再大上去，再一技能回血，击飞。还是打不起来，我们撤了。可对面什么？可对面攻势太强怎么办？什么叫攻势太强呢？你所有的思路都是一样的呀，去打那个小打这个东西，稍微存点能量，然后二技能大招减别人数，然后这个一格能量的时候用技能，一个大，交闪了，应该是可以杀的。直接炸死了，能量是满的。哥们直接开大了。好，不急。击飞，炸死了。开船的来了，撞了一艘船，给个一技能。不要站在他那个大招里面打，不好。你跟我打。击飞有没有大呀？一手一技能，然后把这个暗影战斧可以做了，吃口药不急。我现在有闪，我看看，先把他二技能给骗出来。好，他二技能已经用了，然后这个时候需要有一波操作。他死了。因为他闪现已经交过了，你二闪直接开大招，然后就是把他减速，然后加击飞一套技能，他肯定是受不了的。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就直接把冰心一做，
基本上上路你这个就已经打得很顺了，然后我们开始把这个塔给拿了。好，这个塔就拿了，买装备稍微 A 一下。这个能量没满的时候你可以一格能量都没有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用这个一技能去打能量，然后满格能量的时候就特别强。张良没有大我们就不浪了，把冰心先做了。不慌，不要打呀，没有意义。攒能量。好，这边打起来了，我看一下。关羽，那怎么感觉我们这边打的有点迷了？不急，等第二波把他拉过来，因为你对着这个小兵打的时候是有那个有血量回加成的，就是回血，你是旁边有兵的话回能量跟回血都会多一些。那现在的话我们就继续带上路了呀，等一下还是得把装备给补起来，然后才能 一波把兵给秒掉，就秒那个后羿就行了，闪到他脸上大招一怼，然后二技能击飞，一技能打两下，哥们直接死。好，兵线应该是带上去了，击飞给一技能 A 半血，他不追啊，让我回波血，然后去把破把这个破军给他做出来。他应该是不想打的，我们再去拿鸟就行了，好吧？好，谢谢余生的这个火锅九连击，谢谢你，谢谢你啊，谢谢余生，学错技能了呀。这个兄弟肯定倒了，我们攒一下能量，等下三个能量直接可以上去了。好，谢谢余生。好，大招叫一下，给个一技能，一手二技能，二闪吧。二技能捏手上了，他可能要秀我，我先大招，别着急。人堆里面给一技能按普通攻击，兄弟直接倒了，给了我个大招，赢了呀。好像不是很难呢，这一把打得比较轻松。投马可，投筑梦师。出装的话就是暗影战斧，然后冰心加破军加名刀加不死鸟之眼吧。玩赵云教学可以吗？这个狂铁也需要教吗？这狂铁不难呢。是的是的，你每次都不难，但真的不难啊，这个英雄。战士好多出冰心，那肯定的呀。你首先要懂几个逻辑啊，有很多人这逻辑都不太懂。
对吧？你这个能量，这个大招，就是大招，你大招那个，首先、你要知道，就是你一技能打到的单位越多，回的能量越多，对不对？所以说，你有些人就是强行去打一技能的强化伤害，没有必要，你最好是打二技能，强化二技能，是不是？所以说你是可以二技能，然后一技能，看到没？这能量都在手上，击飞大招，或者先大招再击飞一样的，明白我意思吗？就不要打得太死板了，就是很紧张，就是我没有能量，你可以空能量起手的。你对这个小兵你是可以，是吧？你看我现在我不是没能量吗？对不对？哎，你能不能过来别打野了？你看，哎，你过来呀！就比如说啊，这里是吧？我这补小兵稍微 A 一下是吧？二技能啊，大招起飞，继续杀，是不是？然后这里边接一技能，懂了吧？就你普通攻击一技能，就一技能打到的单位越多，你这个回的能量越多。然后二技能是有能量的时候是不消耗，就是你不 A 出去这一下，那个二技能它是不消耗你身上的能量的，好吗？是吧？一技能啊、然后你看这不空的吗？空的话你就先二技能是吧？一技能大招起，是不是？你就打这个强化。好，这就说明白了，好吧 ？OK， 下一把。